今天讲的东西呢，叫做事件。事件这个东西啊，是咱们前端语言或者说是咱们整个互联网交互体验的一个核心东西。什么叫交互体验？你要交互这个东西，你要明白一个词儿叫交互。交互呢，就是你对程序做了点儿，你或者说你对这个页面啊，对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做了点什么小动作，然后它返回给你一个效果，一定是你做了什么事儿，它给你一个反馈，这个东西才叫交互，得俩人配合，知道吧？你不动，它自个儿动，那不叫交互，那叫它自己自动着玩儿，对吧？像那摸图一样，那不叫交互，它自己就能动，明白我意思吧？交互一定是你动它一下，它给你个回馈，你动它一下，它给你回馈，对吧？得 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事件操作就是实现和这个交互功能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点。然后说什么叫事件哈？事件是这样的，比如说呢，我们人就有很多事件，比如说你们邓哥天生有很多功能哈，比如说你打他一拳，他会给你个回馈，然后你踢他一脚，他也会给你个回馈，你说他一句呢，他也会给你个回馈哈。这些东西不是你打的什么，他给你回馈，咱不用管。他凡是这种被打呀、被踹呀、被说这种东西啊，都叫做他的一个事件，叫天生就存在的一个东西。这种事件呢，说白了就是一个动作啊，就是一个动作。然后啊，我给大家演示一小下哈，比如现在我写了一个 div，给这个 div 呢加点东西，然后把这个 div 选出来啊。保存刷新来。这是好好的一个 div，然后啊，div，首先呢，听我说，同学们，这个 div 现在能被我点吗？干嘛不能啊？我就点了。对啊，我就点了，它能把我怎么样？干嘛不能啊？对吧？虽然没效果，哎，不对啊，听我说，事件这个东西未必追求效果。比如说，你邓哥往那一个人往那一杵，我打他一拳，他没反应，也是我打了，对吧？他也有一个属性叫我能被挨打，对吧？这也是，就方块也是，它没效果，你就不能点，你不正常点它了吗？对吧？虽然没效果，这种你听我说，这种东西都叫做事件哈。我们这个事件呢，今天讲的事件有两部分构成，我先给你写出来吧啊。div 点 onclick，这就叫做可以被点击的事件。但是 onclick 后面写这个 function，叫做一旦这个事件被触发之后，我要执行的函数，这叫反馈，能懂我意思吧？前面这个东西就已经叫事件了，这叫点击事件，明白我意思吧？这已经叫事件了啊！我录视频了吧？录了啊。然后呢，在里面，哎呦，我真不能在这里面写，不好写这里面啊。我放这儿，被点击之后，我要弹出一个 console 点 log，a 保存刷新。当这个 div 被点击的时候，我看啊，它是听说，我就是没写这句话，它是不是也能被点击？清楚这个概念啊？我没写，它也能被点击。我写了之后，它在被我点击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效果，会执行这个东西。点完它就执行，点完它执行，点完执行，这就叫整个一个事件触发的一个函数，能懂意思吧？只见整个事件触发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咱慢慢开始讲，一点点讲啊。交互体验什么的，我觉得不用说太多了，你们都懂。然后接下来这个 demo 吧，这个 demo 是咱们后期一个例子，咱先别演示了，行吗？啊，到时候咱们再写吧。讲这个事件的时候吧，咱也不能跳着讲哈，一点点来。虽然说前期磨叽点哈，如何绑定一个事件？事件首先来说分为很多种事件类型，什么点击事件呢？点击事件呢？移动事件啊？覆盖事件？键盘事件啊？好多好多事件类型哈。咱们今天还讲不到事件类型，咱就先拿一个点击事件来回试一试啊。然后呢，看，先说如何绑定一个事件。绑定事件基本上分为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我刚才写这个，比如说给这个 div 来绑定个事件哈，div 点 onclick 等于一个 function，就是在这个 div 的 click 事件上绑定了一个这样的 function。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啊？咱们说绑定事件，不是说给这个 div 绑定一个什么事件，人家那个事件你不绑定，人家也有，明白我意思吧？咱绑定的只是事件处理函数，明白我意思吧？咱绑定的事件处理函数啊。第一种写法呢，就是用 on 加上一个事件类型。比如说 click 事件就是 on click，mouse down 事件就是 on mouse down，然后其他事件就是 on 叉叉叉，什么都有，能懂意思吧？咱就先可 on click 事件来啊，on 加上一个事件类型，这个意思就是在
这个 div 的 click 事件上，我要绑定一个处理函数 function， 明白意思吧？啊，绑定一个这个东西，然后 function 里面你可以写任意的东西啊，写啥都行。你要写上这样 this 点 style 等于 data style 点 background color， background color 等于 green， 那你点完它之后，它就变绿了。明白意思吧？点完之后变绿了哈。这个 this 什么的到底指向谁？先不用管，一会儿给你详细讲哈。这是第一种绑定方式哈，叫 on 的方式来绑定。这种绑定方式呢，兼容性特别好。最早的处理事件绑定函数的方法就是这么来写的。因为什么呢？你能感觉出它的一个蛮荒气息哈。它是不是写起来很 low？ 这就是给一个对象上加属性或者加方法吧？是不是写起来很 low 对吧？但之前没办法，没有那么多高端办法。只能拿这种形式来当做对象的一个事件来使用，明白意思吧？它的兼容性是非常非常好的哈。但是它有一个缺陷哈，就 div 上面的 click 事件，你只能绑定一个处理函数。如果你再想写一个新的话，比如说这里面咱 console log 的是 a， 如果想绑定一个新的话，我还想绑定一个，比如说现在我想绑定一个 b， 就是我想点击这个 div 的时候又出来一个 a， 又出来一个 b。那么你这么来写的话，不好意思，是不可以办到的。因为什么？因为咱们属性赋值的语法是你只要赋一个新值就覆盖原来的值吧，对吧？换句话说，虽然这叫事件，但本质上你还是个属性赋值吧，对吧？所以说一个事件，一个对象的一个事件只能绑定一个处理函数吧，对吧？这是它的一个小缺陷哈。OK， 然后写法兼容非常好，然后还等于什么呢？基本等同于写在 HTML 的行间上，所以我们给它写啊，别所以了，我先给你看啊。我是光标呢，这种写到这儿的啊 ，div 点 onclick 等于一个这个函数的一个东西，基本等于什么呢？基本你等于把这个事件写在行间写一个 onclick 这样东西，你比如说我在这个函数里面写上一个。console 点 log a， 那我在行间如果写成和它等同的写法，我应该写什么 ？onclick， 写不写 function？ 写吗？不用写 function， 直接写执行的就可以，直接写执行就可以，明白我意思吧？这叫句柄的写法，所以我们管 on。这种绑定事件的方式叫做句柄的绑定方式，明白意思吧？叫句柄的方式，你把这个事件处理函数的内容写到行间，和在 GS 上这么写，效果完全一致，明白意思吧？效果完全一致啊！比如现在保存一下，刷新，你点是不是也出这个东西？啊，只不过在行间咱不用写 function 的东西吧？行间不用写 function 啊，你直接写执行语句就可以了。你分析一下也不需要啊，已经都在行间了，还写什么呀？对吧？这是第一种绑定方式啊，没问题对吧？第二种绑定方式稍微高端一点哈，也是最正式的一种绑定方式，叫 add event listener。这个东西叫 event 啊，不叫 event， 叫 event。add event listener 这种东西是，你看下面写的，咱猜一下是谁规定哈 ？IE9 以下不兼容，所以它是 W3C 标准的吧？啊，所以它是标准的，只要是 IE9 以下不兼容，基本上全是 W3C 标准的哈。add event listener 怎么来用呢？这样 div 点。就是一个 DOM 元素点 add event listener， 啊 add event listener， 然后里面添三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添的是，事件类型，准确的说叫，对吧？第二个叫处理函数，第三个别管，先添 false， 啊，一提别管，是不是肯定有后续的故事啊？先不用管故事，咱先看前面的啊，事件类型，比如说我要绑定一个叫。click 类型的，点击类型的怎么写？不写 onclick 啊，同学们，写 click。刚才那个 on 我不也说了吗 ？on 加事件类型对吧？这块直接写 click， 事件处理函数。你可以在这块写一个事件处理函数引用吧 ，function。我这个 function 写出来一个匿名函数，这是函数体还是一个函数引用？应该叫函数引用吧，对吧？它和外面定义一个函数 text 的，直接把 text 这个名写到里面，是不是一样的？来，我在和在这块直接写 text 是不是一样的？对吧？啊，学到这儿了，咱应该明白这个概念，对吧 ？OK， 好了，然后呢，在里面写点什么 console 点 log， 哎 ，OK， 刷新，
点完它是不是依然能出这个东西，和刚才那个是不是大体一样，这也是一个事件处理函数吧，当被点击触发的时候它能反映出这个函数来，对吧？说每点一次都会执行一次，每点一次执行一次，对吧？永远没有失效的时候吧。那讲到这问大家问题啊，事件它是不是时刻有一个叫监听的机制啊？就好像一个人始终在那等着，啥时候点我，啥时候点我，你敢点我就执行，你敢点我就执行，对吧？点完之后它是不是执行了？这叫事件监听机制吧。 listener 就是一个监听者，对吧？ listener 监听者，这种事件监听机制需不需要耗精力？耗精力吧。那能是 GS 引擎干的吗？你想想，能是 GS 引擎干，就跟查数一样，它能去查数吗？它要是查数它干不了其他事了吧。它要是时刻在这监听着你，它是不是也干不了其他事了？所以一定也是第三部分其他部分做的吧， web score 那部分做的，对吧？这样监听的部分，当它监听到之后，我说呀，它触发事件了，我要执行这个东西，它会把这个任务放到咱们的执行队列里面扔过来，对吧？就像那个 set interval 那似的，对吧？扔过来之后等待被执行，是不是这个过程，对吧？其实咱们有很多这个计算机基础课哈，咱们需要还得学习学习，但别着急哈，咱们在每年大三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单独请四门课的老师给咱们上一下这个计算机基础课。这四门课吧，就比较偏向于那些学校教的这个课，所以我觉得也没必要说咱们自己的讲师去讲这个东西。我请的都是这周围最好的老师了哈，都是50多岁这样的一个老师哈，有很多都是我的恩师。四门课：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数据结构、数据库。啊，所以这四门课你不用担心啥，你不用担心，咱们都会教你们的啊。就这四门课吧，你要不学对咱们没什么太大坏处，但你学了肯定有好处，懂意思吧？因为你笔试面试的时候吧，会笔试的时候会有一些开放卷，开放卷我们管叫综合卷哈，综合卷就是你不管你是前端啊、FE 啊、RD 啊，还是 Software Engineer 啊，大家答一套卷子，就哪个方向它都不是很难。然后答一套卷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前端的知识点可能占个10分到15分，后端知识点可能占到10分到15分，剩下70分干嘛？考那些计算机基础，仅在笔试上有啊，面试上就回归正轨了，该怎么着怎么着。也就是说仅在笔试上有，也是只有一小部分公司会这么做的啊。但这一小部分里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腾讯每年都这么干，反正挺招人膈应的啊，就导致一个现象嘛，就是每年腾讯的题基本上都是一大帮人一起答的。那没办法呀，对吧？那没办法呀。就这个题啊，大家不用担心什么。到这个大三的时候，就忽然想来这儿。大三的时候咱们会有这个课，过一段时间这个课5月份的时候，这个课就会给咱们大三同学来讲。如果你想提前听一听的话，你可以提前过来，能懂是吧？但这个东西吧，我跟你讲，对你实习招聘没有任何影响。今年咱们的课程大概在10月份到11月份就会结束，那时候结束的时候你就会去实习，直到明年9月份之前都不会有一家公司出现这样的卷子。明白我意思吧？到9月份正式招聘的时候，才会有那么新闻一两个公司可能考个综合卷，明白是吧？其实考综合卷吧，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综合卷但凡考出来，也是证明这个公司确实是懒得出这样的题了哈。因为每一个方向，如果你都想出一套题的话，其实耗费的精力挺大的，人力、物力、精力啊都挺大的。后来一看，那莫不如咱公司出一套吧，对吧？啊，出一套吧，看你们运气哈。行了，这是这个 Add Event Listener。 然后呢，它的一个优点就是它可以给一个对象绑定多个，它可以给一个对象的一个事件绑定多个处理函数。比如现在我说绑定了一个处理函数，对吧？我还可以再写一个 Add Event Listener Click。 最近这个手啊并不是很灵活啊，可能看你们邓哥给吓的哈。你知道你邓哥最近发生一个很神奇的事啊，跟嫂子没关系了哈。那天我坐的车的时候，发现他这个腿手吧总揉他的右腿。我说大哥，你干嘛呀？别吓唬我行吧。我说你这开着车呢，然后我表面得关心他一句啊，我说你身体怎么样啊？我说咱这个创业初期得奋斗啊，我不能抛下我还需要你呢，对吧？然后其实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我说大哥呀，一个车能控制这个能控制刹车和油门的就你一个右腿啊，然后你还使劲揉，对吧？然后你还开那么老快，我担心我生命安全呢。紧接着我说的时候就把安全带系上了哈，挺吓人。后来你邓哥给我坦白事实说，哎呀，他说不是这个右腿，头两天看病去了嘛，上这个组员医院看了一大兜子哈，扛回来的，你知道吗？就能给我扛麻袋，你知道吗？这样你知道吗？扛回来，扛着药回来的。那有同学看着了哈，扛着药回来，我说啥意思啊？这是，我说你回去炒药片吃啊，这是。放点醋勾个芡什么炒药片是吧？
他说不是，他说我刚才看了个病，他说我最近有点手抖哈、啊，这手抖，我说太吓人了，我天，手抖，我说哎，我看完之后就引以为戒，知道吗？得抓紧锻炼哈、啊。嗯，你们邓哥不太信，我说手抖吧，我是这样的，我说手抖一般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科学的验证它大概率出现是帕金森。我说你不要信，不要相信这个大夫跟你说吃些中药，你直接看看神经科、精神科什么的哈，看有没有问题哈。我说一般情况下我们手一抖，你想这手没人闲着抖一抖的，我自己还无意识哈，自己看着自己抖的时候发现呀，他在抖啊。你说你想想都严重到什么程度了？所以后来他给我吓得我手都不太灵活了，对吧？看这个，能给一个事件绑定多个处理函数哈，保存刷新。这是一个对象的一个事件，两个处理函数，点完它之后，它会触发 A 和 B， 并且按照你绑定的顺序去执行，明白了吧？啊，绑定的顺序，先 A 再 B， 没问题吧？哎，问大家问题啊，如果我再写 A 呢？凭啥两 A 啊？这函数不一样的吗？这是两个函数还是同一个函数啊？两个，真是两个吗？那你看我这么写啊。我写个 test 啊，这块放这儿，这块也写个 test 啊，执行几个？保存刷新啊，降吧，对吧？执行几个？执行一个吧。我跟你讲啊，这两个是两回事儿。刚才那么写，确实执行两个 A， 保存。这就是俩 A， 但我跟你讲哈，刚才我清清楚楚说过，我说这个 add in the listener 能给同一个对象的同一个事件绑定多个处理函数。什么叫多个处理函数？是这个处理函数和这个处理函数是不一样的，地址是不一样的，这俩长得一样，是不是地址不一样？对，照样是俩人，对吧？但刚才那个呢？引用就行。刚才是他就是一个人，对吧？一个人放到这儿了。而且这个 add in the listener 从这个问题上，咱可以考虑到一个事儿哈，它不能给同一个函数绑定多次吧？它不能重复的绑定同一个函数，是绑定多次不好使的。重复的是不是一次就只能一次，对吧？啊 ，OK， 那明白这个概念哈 ，add in the listener。OK， 这个完事儿，然后讲第三种绑定方法，第三种绑定方法 ，IE 独有的叫 attach event，attach event，div 点 attach event， 然后呢？它绑定的啊，看好啊，它绑定的是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呢是 on 加上事件类型，第二个参数呢叫处理函数，它没有那个麻烦的 force， 能懂意思吧？啊，没有那个麻烦的 force。哎，这是这个 attach event 的这个绑定方法，按照刚才咱们那个说的呢，那第一个应该写到，应该写成 on click 对吧？第二个写 function 是不是完事了？这个函数啊，我简单说一下，这个 attach event 和那个 add event listener 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它是 IE9 独用的，能懂是吧？基本上一致的，唯一的不同形式上它少了一个第三个参数 force， 然后呢，在运行上和 add event listener 基本上也差不多哈，差不多到哪儿？它一个对象的同一个事件也可以绑定多个处理函数，并且它还更强大呢，它一个事件，它一个对象的一个事件绑定同一个函数，如果绑定了多次，它都能执行多次。明白我意思吧？就刚才那哥们办不到的一件事，同一个函数绑定多次，他不能执行多次吧？他能，啊 ，attach event 能，能懂意思吧？他是最松散的哈，剩下的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明白我意思吧？然而他有个小缺陷，就是我用不了，啊，我用不了，我在这块没法给你演示，所以这个只能交这个艰巨的任务只能交给你了哈，你回去到 IE 上去试一试，好吧 ？IE 上去试一试，因为这个是只有 IE 独有的，只能在 IE 上去执行，这个谷歌浏览器真没有啊，真没有。虽然说更新了哈，咱试试吧。更新了有没有 attach？ 你看 event 是没有啊，没有这个函数吧？所以哈，没什么事儿。这样就是一个事件绑定的一个处理函数哈，事件绑定处理函数啊，绑定事件的一个处理函数。然后呢，咱给他仨绑定一下啊，绑定之前吧，就给他们封装好之后，啊，怎么说呢？咱们一会儿再给他封装上。一会儿再给它封装上。讲完这页了，讲这之前咱看这儿，先看这儿哈。咱有个小练习，这小练习我已经期待很久了。
先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有个 URL 下面呢有三个 LI， 下面写123啊，不着急，不是好几十亿的，下面123哈，我现在要给第一个 LI 上面绑定个事件，会吗？怎么办？先给这 LI 选出来吧，是不是先找着它零对吧？然后怎么办？给它加事件对吧？用 add event listener 对吧？用 add event listener。现在啊，我想给这三个 LI 都绑定事件，是不是选了一个组，对吧？过一个 LI 等于这样的一个组，咱就不写括号几了，对吧？然后一个 for 循环 ，where i 等于零，然后 i 小于 li 点 length i 加加，然后呢 ，li i 点 add event listener 对吧 ？listener 怎么着 ？click 哈 ，function 最后写 force 哈，是不是这样对劲儿？然后里面写一些东西哈，行，我就提示到这儿哈，看一道题。应该在这儿，不对。不是这个。好，这儿啊，好。啊，答案啊，没事，你看啊，他写的不对。UL 里面有四个 LI， 每个 LI 里面有个内容 A， 明白意思吧？然后请看题哈，使用原生 JS add event listener 给每个 LI 元素绑定一个 click 事件，要求是输出它们的顺序，也就是说当你点第一个 LI 的时候输出0，点第二个输出1，或者点第一个输出1，点第二个输出2都行，要输出它们的顺序，就四个，休息5分钟，大家写一写，每个人都